Mr. Gan Thiam Po. Madam, in Mandarin, 我支持生死注册法案，简化注册过程，并将程序数码化，为国人带来更多便利。为了世界智慧城市的计划，将生死注册程序数码化是有必要的。这有助于强化政府机构的身份识别和验证能力，以便为民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 我想问部长，当局是否能保留注册记录的副本、硬件，以防万一，比如若电子系统出了故障或数据遗失等？尽管最新的技术如区块链可以防止盗窃和黑客的攻击，从而确保电子数据能够永久而安全地保存。 但是我还是希望政府能考虑通过不同的资料保存方式，为我国的注册记录多加一层保障。我支持该部门所明定的新条例，强制涉及的负责人尽早向当局、医生或警方呈报生死。在我国出生的婴儿，并不意味着他们将自动获得公民的身份。我想确认这政策。 是否会改变？也请问部长，每年有多少外国婴儿在这里出生？还有他们当中有几个获得我国的公民权？到目前为止，每年有多少新生儿的父母没有为他们注册或被抛弃？我国是否有接受弃婴的机构或设施？最后，我想问部长，每年收到几份注册死亡申请？ 注册失踪或因意外事故或自然灾害而下落不明的人的死亡。谢谢。Thank you.